学们，现在就请把昨天的作业交上来吧。下一个，还不错，下一个。十道题做错六道，真是有你的呀，小坚果。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。什么？第一天上学就要去办公室？可恶，这个不爱学习的臭小子，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他。谢谢老师的关照。就是嘴巴甜，脑子笨得很，真是和你老爸一个样子呀。和你老爸一个样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馆哦。